今天我们学习副词故意，怎么用呢？一起来看视频吧。李可，你和阳光怎么了？我看你怎么故意不和他说话呢？哼，他和我说好明天要去看电影，但是他今天又说明天有比赛不能去了。他不是故意的，我听王森说这次比赛很重要，他不能不去。唉，我也知道他不是故意的，他和我说了对不起，还送了我一个口红。是吗？我看看口红好看吗？没想到阳光买了我们最不喜欢的颜色。我现在觉得在买口红这件事上他是故意的。可能他是真的不知道女生喜欢什么颜色的口红。副词故意表示知道不应该或者不必这样做，但还是做了。比如，我看你怎么故意不和他说话呢？他不是故意的。在买口红这件事上，他是故意的。大家明白了吗？跟我读，我看你怎么故意不和他说话呢？他不是故意的。在买口红这件事上，他是故意的。你怎么用这个口红了呀？我故意的，我要让阳光看看他买的口红好看不好看。同学们，再见啦！